就令薄纱藏不住美腿，佩姐风范扬威慈善夜。时尚芭莎明星慈善夜在北京盛大举行。林心如、霍建华夫妻也携手出席，但最吸睛的还是他 Jolin 蔡依林，欢迎你的到来。然后我们艺人也是就是抛砖引玉，那我当然希望不止15年，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再回馈这社会。是的，本月15号生日的 Jolin 也在脸书上号召粉丝响应公益，真的太有爱了。 Jolin 不仅走红毯，也担任典礼开场嘉宾。没人被赦免，所以当时